以为小童最后一棒，请菲菲拿上这一轮的题目。嚯！哦嘿，这玲姐喜欢这个。<笑>我想先问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特别能吃的人是吗？对。哦，好。传递开始。三个字啊。三个字。第一个字是。要不先演第二个字吧，这么复杂的话。好，第二个字就，吃饭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已经有了一个字了。考我了，我这就得猜出来是不是？OK，杨迪胸有成竹。啥字？打中脸。还没开始。啊！酒足饭。文化水平就是这样子嘛，酒足饭。嘿，杨迪开始表演上了啊！ 为了表演，这是。哎，还没看了是吧？已经。慕白，三个字，运气。哎呀呀呀呀！完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干饭人。 猜的是酒足饭，腾哥不上网，能说出酒足饭跟上不上网没啥关系，上不上学有点关系。你猜出来了，我猜出来了，啥字？这是什么？ 你不懂，都是你下来，你让他关门吧。哇塞！啊，吃饱了。啊，小童不懂我。我给一点点提示，网络热词，谁先说出来就算对啊。网络热词，干饭人。 周一围回答正确，这跟干饭人，干饭人这是。请问，普通的吃饭人就是吃饭吗？啊，干饭人，所以要先练一下，再对，再对，就是干。我竟然都不知道干饭人这个词。怎么回事？最近咋了？手机坏了，不上网了。<笑>这轮啊，获胜的是上阳父剧组。